这个意大利小朋友的户外教学，来看一下哈。然后这就是里奥纳多达芬奇，啊、哦，就在这边。他有呢，走了，我们往前走，艾曼纽尔四强。这个非常优秀的达文西。这个是米兰博物馆，哇，怀念的米兰岛。什么事情慢慢来，什么 piano piano 啊，这个就知道了 piano piano 慢慢来。这边哈，就是他的师傅啊，是这样啊，是这样。这是艾曼纽二世郎，里面都是精品店、咖啡店。Blanca Commercial Italian， 好，来，帮我拍一张吧。来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走了。室内的啊，也不会有下雨的影响。达文西啊，就是这位人士哈。那这边有一张相片。